各位，我很感恩呢。在家里面，在家里面也是忙呢。家里面忙什么？不是忙家事。你看，我很感恩我太太。我早上起来现象是我吃，早餐是我家去负责，其他的事都交给他，知道？我没有感恩，太感恩了。哦，我都一出来说，哎，赶快怎么讲工作？我嘞，哎呀嘞，我忙我嘞，我话嘞，挺关心的。哎，在我这天以后，我你要开车，我谁睡了就陪睡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摊那嘛，到沙发上了，来来来，起来谁睡？我容易担心的。哦，我今天刚刚穿这件衣服，太赞了。各位，夫妻是不是互相扶持，对不对？所以修罗半道一路走过来，不是今天能够这样，也是经过一段这样的互相这个叫做磨合的。难道这样慢慢到现在呢？我们要掌握我们现在这个晚晴，知道吗？晚晴听懂吗？老乡情，晚晴就是到晚年这段时间啊，这就是夕阳无限好，虽然是只是近黄昏嘛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刚刚讲过了，上天慈悲，如果说觉得说这个许天仇啊还有事情要办了，所以不能马上调他回来，那我就继续办了，不是吗？因为他根本不想来做，是吗？是。哎呦，那将近来归婚了吧，哇，哎呦，我找见我看看天地主义的哇，你刚刚不在了哦，阿林过来哈，巧慧未来巧慧哈，他从这故事就再有空再听了哈，一旦保持也不讲了，天从人愿人从天，所以看一下你发现了什么没有？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，好，非常好。还有发现什么？还有发现什么？你们发现？要从医。啊？从德。啊？要从这个医啊。从医。从我们这一点。你从这边练过来，从那边练过去，我们一样。对。来，左右练过来跟我们一样。所以人，我们常讲天从人愿嘛，这是大家最喜欢的话嘛。但是天要从人，又让人要不要顺从天意？要。你做的是违背天意，上天会不会聪明？不会。不会的。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讲的，哎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叫做这个音，两个字都一样，叫英音。然后跟我讲，老公，我发现了，你看。我很有钱呢，我说你怎么有钱？你看我那有两个宝贝，啊，第二个自己是，第三个自己两个宝贝，你看四个宝贝，四个宝贝，我说我很有钱呢，我这辈子很有钱的，我说对啊，所以我才娶你啊。然后我忽然想到说，哎，老婆，你看我的名字从到处都是人，你看到没有？你们都是人，双人旁有吗？有，在右边的是人，人中间的是人，在下面是人，前面是两个人，一个人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看，我到处跟他结缘，到处都是人，对不对？对，身边都有人。哎，身边都有人。对。你看，看你们会哦。然后我在最后下个定义啊，所以我今天是人才两得哎。你懂吗？人才两得，因为我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太太是钱啊，那不是我的人才，我就在一起吗？人才。那么今天到场是不是要人才两得？要。要我们很多的人才，还有我们要有一些资金，我们可以开创道路，我们可以更做更多的事情，你说是吗？是。祝大家人才两得，我们祝我们名声活跃，人才两得。好，前面各位学就不唱了，因为我的时间不够了，不够用，没办法。我在前面的部分就这样跳过去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文章一，文章一，来，你们刚不是已经金猴吗？啊，念一遍，来，啊，念一遍，来。我们现在到场吹动什么？
那不是固本守，那不是固本吗？是。创新游，那是什么？图强。所以固本图强嘛。所以我们今年是猴年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修哦，毛病脾气一定要改。啊，有人讲话很冲，有人脸色不好看。但老师最近讲说，他面带笑容哦。要跟不容易沟通的人，要好好跟他沟通哦。这个人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跟不容易沟通的人，要好好跟他沟通哦。要不要嫌弃任何一个人哦？知道吗？知道。不要排挤任何一个人，跟你个性不合、各方面看法不合的人，所以你就是包容哦，知道吗？大同小异没有关系啊，不要大同，哪有大异？那那就不可能了。所以啊，人都有个性，人都有他毛病，人都是有他的教育程度，人都是来累积的各种的修持等等不同。容易不容易？容易。有人修了五辈子、十辈子，到现在还是改不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。新闻还是每天看看看别人滚瓜烂熟，但是毛病都改不掉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有没有这种人吗？有。哦，最重要的自己要去了解。哎，真的。真的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！哎呀，真的，自己要去检讨啊，检讨才能够讨到很多的便宜，你知道吗？检讨你自己讨到很多便宜啊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要迎进火，要火候，要练啊。人家给你磨练啊，检讨师也许讲你几句重话了，你不要难过，应该更感谢前贤给你历练。你看我们老前人给我们前人历练多少，知道吗？前面有时候会哭啊，但是他也没有讲。但是老人家你要了解哦，很多都是给他机会，所以老前人他是代理师命，各位知道吗？后来前人也是一样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前贤说明几句，也许听起来不太舒服，但是你都很感恩的。为什么别人没有怎么讲我？我真的很感恩的。如果不讲我，我怎么改变呢？甚至如果前人。也前面的也许上天来考验你一点点，你都感恩了，别人没有的，一帆风顺了，各位，那只会往下一直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风筝为什么飞得高，一定要逆风而飞；鸟为什么飞得高，一定要逆风而飞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放风筝是顺风在放风筝的，那风筝一定要掉下来，一定是沿逆着风往上这样一飞，它越往上，越往上。飞机飞上天也是靠着浮力往上飞上去的，各位，所以你讲好不好？你讲好不好？好。虽然是走过的路程比较辛苦啊，但是各位啊，最后啊，那个甜，那种甜蜜的感觉在心头，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要求四好，创三多，三多四好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不要说哎呀，渡人渡人，每天都还了钥匙，每天都在渡人，该渡人的渡，不来的就不来了。去找人了，要不要去找方法？前几天我知道一个消息，我就到台中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，人家都这样，大家怎么拍一百下，上百下，这么上百下，这么上百下，这么上百屁股，这么拍上百下，越拍越好，身体越棒。本来没有人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知道吗？难道他家里人的跟着来求道了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你们是给我们的父母健康，是给我们父母快乐，所以那个点他后来现在成立一个公共活堂了，知道吗？我去参访了，所以我们回来我们鹿港要来做做看，你们要也可以，我告诉你这个太棒了。难道那些 老人家我打几趟手机你告诉你你要我拍片，我们顺便讲一句西后语，说真太老了那啊，过年的时候，多谢老人们啊，过土小后，老人也老人啊，习气的小后。那你看老年人，我讲历史，老年人就不被重视了。其实老年很多的经验的，你把这老年人组合起来的话，让他在，提升他的战斗力。这个老人啊，他很多的智慧，有人会书法，有人会外文。有的人会有什么在他的职场的工作的经验，他就可以在派上十足，你他做了广告也挂了，而且他老人他要花那个心也对他的广告菜场有没有？
你站头站的会对因某、因囝、因孙、因外外孙、因什么人、什么人、什么人出来，你看看的，尽量看的几百个，你知无？一来发现不得了，各位，我谈到人谈到这里来，谈到创伤后，人间佛同不行，其不走，那前面讲，人间佛法轮常转，要动起来啊！不要在家里面呢、人到没事做。那你在修道吗？跟一般人不是两样吗？只是你不同，就是你有吃素，你不一样。也许你有佛堂，也许到佛到道场来，可是你一个月度几个人啊？那带几个人开法会啊？那你有没有去各方面把你的长才展现呢、啊？啊，你以为我忘了登天龙以后了吗？那不是未免太小看自己，各位，这个是机会难得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要孝顺。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，念一遍，来念一遍，最后一句话。人间佛不分手，人间佛大心肠。好，送给大家哈，大家看，来念一下，和各位把念一下，来开始。先我就讲了，将来的劫难会一个比一个大，一次会比一次多。各位，你看今年最近过年这段时间，气候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吗？对，叫反常吗？对。各位，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事？各位，整个完全时代完全改变了。老千在世的时候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看好了，我不在了。”你那个时候你看好了。这就听懂了，所以你这位老先生在世，前面在世的时候赶快好好修，当他老人家回天，我们现在的前面的点子带着我们更要好好修，好好的把握，不是光为我啊，也不是光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啊，为那些可能很多在有求道没有在好好修道没有办到，那些没有得到的众生啊，他是不是你的亲人啊？是累劫的亲人，知道吗？累劫的亲人呢，尤其是你阿公阿妈，你在对面待坐，拢底下拢在外口咧流浪，你知道无？啊，恁当常咧啦，常咧讲讲，即摆人看咧过即世人的囝咧啦，即世人咧疼命命啦。啊，叫伊出来讲啊，唔嘛，我无用，我咧顾囝啦，顾老爸老母啦，各位，你只会照顾这辈子的父母吗？你前辈子有没有父母？有。他们在哪里？在人间流浪，你知道吗？累劫的父母们有多少？那些的阿公阿妈们，你都是有多少？他们在世的时候，那时候都很疼你呢，什么都给你呢。啊，你这辈子的儿女虽然可爱，那你前辈的儿女就不可爱了。你那些的儿女们在哪里啊？各位，你想到这里，我眼泪会掉哎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我那些的亲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你不要那么一天到太自私了，只会为了这辈子的儿女父母们呐、啊。而前面的以前人都火定了，你不火定了，那你就不管他了吗？哎，看我天，你在啊，各位，如果你走出来跟他很有话讲，这些人也许你就是你的亲人。在座各位，你们都是累劫以来的亲人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进到明正的这个家，好大一个家，这个家靠大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进到这个家里面的人累劫，你们都是亲人，我给你们肯定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。不知道第几世，三世五世，不然你为什么会集合在这个地方？仇敌也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各位，天下也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我们都是老母那边来的，都是吗？是。想到这里的话，你想想看，我们的责任重大吗？重大。我们要不要努力啊？要。我们不能泄气，不能讲负面的话。也不能啊，拖人水，扯后腿。
天充满欢喜，每天都是感恩呢、啊，好好做，好好修，好好办，出不了。好，这个就把跳过去，文章二。时间不用了，来三，文章三，好，好，我们练一下，来。
啊，用什么颜色来？白色。用白色来。我们刚好是白色的。好，正他在弄的时候，我们来继续说，不要看上面，看我这里。自己要给自己一个期许，啊，让自己能够更积极，好吗？好。自己要给自己鼓励，让自己更争气，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我们常常羡慕，常常说看到鲜活的见效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得了。先从界下，各位不要忘记了，我现在是在界下。是是。你是路人，讲道理，讲鲜活的话，你是不是佛？是。是不是？是。那是不是在界下？是是。所以鲜活来到这个界下，可以了吗？可以。看得到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可以练一下。你在用白色的吗？用白色的练呗。底是。还是这里？底是白色的。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是不是后面的门？还是怎么样把它关上会比较好一点 ？OK 的了，可以了吗 ？OK 的，好了，好，我们继续了，好了。你们那边有光线进来，就像古话一样，光线进来之后，我们这边上课后面有灯，全部关起来，甚至我们还把那个门帘拉下来，上层要看清。布帘给它放下来。哦。放布帘就可以了。门不要关，放布帘了，没有开冷气。因为他是地的，所以当初没有想到说要用白的就比较好呈现，是不是？啊，会看不太清楚。啊，如果现在可以吗？可以。现在我后面那个阳光，这个光线不进来的话，这样会看比较清楚的。哦，好，那一次来。